感光圣坛，欢迎您的莅临。谢谢谢谢，大家好。我喜欢站这边。呀，大家好啊。哇，哎，好久没有唱歌台。哦，你好。为什么那个高度这样？奇怪，等一下，这个角度好像怪怪。奇怪嘞，一个十二楼，一个八楼呢。妈咪。阿诺，阿你比赛啊？哦，你来了啦，跟你比哦。马路你有嘞，马路你有点心哦，我跟你讲哦。小笼包，马路吹，什么小小的是青草，那边是叶子梅。那个陈大哥，你的感觉是什么？这样子过去，那种年纪。再一次来，我是跨地头的。我来，你喊起来当，我是讲越管越多，你有感觉。转右，哎呦，看到这个。这个头，这个空头，对，转左，金白龙。为什么那个画面会这样？等一下，七十几回了，哎，卡稳淡薄，卡稳，受不了。OK， 没有，我是说他的高度，我不是说什么。如果台下有一个阿贤哦，他站上来哦，更加高嘛。哦。他今天没有来，阿贤很久没有来了，我们在丢空兵部。金箍棒快丢了，他特别。没有啊，特别穿这样子漂亮吗？是，他是你，他是不是？珊珊的身材很好，因为他以前出道哦，就是跳舞。对，我是跳舞。刚出道是跳舞。对，你有没有心动过？心动啊？心动？没有啦，那他是我心。看到他是那当年看到他，我是冲动。现在不会动，现在不会动。结果因为没有行动，结果给人家所以就没得动，他靠去了，对不对？男生都喜欢这种，做完骂了，没有啦，那么讲，我都还没有结婚。哦，真的？对呀，我刚才是跟他讲哎，没，我别讲，你讲你单身哎，对，我今天是单身。这种身材我才不相信单身，一看就知道身经百战。哪有？应该不是单身的，应该是乱乱生，乱生乱出生。你有看过生过孩子的身材是真的吗？没有，对不嘛，对不？嗯，对，应该是没有。没有生过。如果你真的有生哦，你应该你的孩子是从口里面出来。哈啾啊，就出来了。像佩芬这样子，他没有生。现在已经没有像你这样高度的，然后身材又火辣的主持人了。拜托你常出来主持好不好？肚子没有凸出来。扁的嘞。他每天吃那个菜，那个来宾吃的都是他在吃的啊，白兔吃什么他就吃什么。啊，你看我肚子没有西瓜皮的，你看，来你看近一点，没有妊娠纹了。对，你站近一点，站近一点，有你垮。我的腰力很好的，我的腰力很好。没有，人家 invite 我们就要去。人家贴来了，你人就爱去，无红包嘛爱去，对不？问题是我上面有想法，下面没办法，所以你怎样推都没有用。没有，我是一数一数的，你是白推啊，一数一数的。OK， 哎 ，OK， 不过。我的腰力很好的，推推看也是不错啊。哎，先上一个，把你三条挂的时间，好你看呢。再推一下。One, two, three, go！ 我的腰力来。对。有没有人在直播？哦，很多。整千个人呢，对，很多人看哎，我们的直播，接近800、1000人，1000多应该有。对啊，现在不可以讲，因为这是也是那个会长嘛，对不对？比赛轮来，爱讲的讲卡料比赛，要就好好来。问题是我们的会工会还在吗？我在。我经过不去，你知道死是几万？大哥，请受教。禽兽徒儿一鞠躬，你是不是不想活了？我还想活多几年。对不起啊，我收回来，还在啊。最多给你2年。怎么多一点啊？今天你要安排好歌，很多的理事听到陈建斌三个字都起来，你看，对，起来掌声了嘞。我跟你讲，今天是感光圣坛，感光圣坛的朋友，谢谢。你们好，所有的理事，你跨五波，安得快，五了，可以，我以为你看不到，跨五，我的眼睛没有老花了 ，OK， 还是没，真的，
我的眼睛很好，正常。是。呀。阿哥。对不对？他是男的，对不对？他是男的。泰国来的。这样高不可能是女的。女的啦，我的亲的女的。刚才一个那个摄影师说，哎，拜托我跟你拍照，麻烦你一直看下面哦。我说不可以，他说为什么？我说那个灯一直刺到我。然后他说，啊，为什么配分不会？我说配分的高度都没有那个灯这样高。真的真的，灯照不到你，这灯照到你的头皮而已。对，对，我就是贵啦。啊，你手淡薄瓜，我去后背。哎，贵，你可别做人不？啊，做人，哎啦，你就做你苦了，你不把它做什么东西呢？好了好了好了，把节目交给。好，第一首是。